你的进度条由我来守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久违的王牌少年加载中，我是今天的 MC 宋亚轩。节目马上播出就要过半了，我跟大家一样在好好看每期的节目。那么很多粉丝留言说喜欢看我跟舞蹈的互动，那么今天我就带你们去找他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舞蹈每天工作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这个门。Hello， 舞蹈，太吓人了。哦，新的一年来到这里，综艺感有没有增强？可能有吧。最近忙吗，舞蹈？最近刚弄完演员吗？啊，对，演员，录了几期。我现在有点饿了，舞蹈。啊，想吃饭？对，我想去餐厅。走啊，尝尝我们的广电食堂。是的，走。你有没有胖点？啊，有胖点吗？我没胖啊，倒是看你胖了。舞蹈，你知道流络腮胡能让脸变得更小吗？啊，所以你建议我流络腮胡，你的小妙招吗？哎，直接领你参观一下。你来吧，点你爱吃的。来看看我们，看看我们的菜。哇，好丰盛、啊！非常的丰盛哈，你看，尤其这些。是啊。好丰盛啊，是不？你喜欢吗？这啥呀？肉。我怕我吃不完，浪费了。这啥呀？这个应该是你爱吃的。因为这个打开吧。哇哇，怎么这么多像舞蹈脸的东西？什么东西这是？对，这食堂送你的礼物，为你专门做的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是舞蹈为我准备的。我看你真的很爱吃是吧？还行。还是现在不爱家乡了，回广州了？没有。你是真的爱吃包子是吧？不是馒头。啊，你真的爱吃馒头。你是第一次回家过年吗？嗯。你在春晚有没有看到别人的表演？杨迪的、小童的，都没看。你看上春晚还会紧张吗？春晚录制前十天，啊，两天一彩排，两天一彩排。啊，所以对你记忆动作记忆了是吧？是。那个马嘉祺在聊，他说你们过年也是聚餐完一起吃了饭，吃的很丰盛的饭，自己包饺子吃。啊，是吗？嗯。以前三婶怎么弄的？自助餐。海鲜自助餐。对。你过年有收到压岁钱吗？舞蹈，你发了吗？我发了呀，我给你转账了，还没收呢。舞蹈有压岁钱？不好意思问我，我没有没有，我又长大了。但你现在就没有压岁钱了，对吧？有啊。啊，家里还是会给你，是他跟你赚不赚钱没关系。嗯，那你赚的钱要给家人吗？是啊，因为我还未成年。哦，啊，所以必须得上交。小丁小马就是可以自己拿。啊，他们可以自己拿了，真的。你自己会在家做饭吗？你那做的虾片咋想的？啊，挺好吃的。你是在深圳做的虾片吗？我在广州做的。哦，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菜？口水鸡。啊，真的吗？四川的菜啊。嗯。还有呢，糖醋里脊，糖醋里脊，拔丝地瓜，对，站起来了。你家人有看你王牌吗？肯定有啊，说我挺可爱的。你家人说你挺可爱的，兄弟们呢？兄弟们，嗯，他们没看，没有，开个玩笑，他们每期都看，我不信。哎，那他们自己上那期呢？看，舞蹈，我有个问题。嗯，你喜欢演员还是王牌？大家提的问题吗？王牌对王牌和我就是演员，你喜欢哪个角色？哇！小草也想知道这个问题。啊，是吗？我觉得更重要一些。
我无论说什么，最后播出就是腻。你想知道当时我回答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？不是啊？是不是吧？你之前回答是演员。我回答是演员吗？我说的是演员太难了，没有打演员，太腻。小马还好吗？他要高考了。他考试了。你未来想考什么学校吗？想考表演的。啊，你也觉得想做演员吗？是的。你要做演员，会不会对你来讲太帅了一点？那当演员我真的没想到。那我们就接下来，两年以后的我就是演员，我们对你发出邀请吧。看看你，你除了当演员，你还想当什么？音乐制作人。音乐制作人啊，哦，可以可以。还是需要多努力。你在《王牌录影》里面有什么遗憾吗？没有多说话。是吧？是的。那今天记住这句话，把这遗憾就放到脑子。今天要大张伟老师附身。也别说太多了。好吃不？好吃。看你吃的好香啊。撑死了。哇，真是光盘行动哈。我们广电集团确实饭菜非常好吃啊，然后在大众点评上可以搜到浙江广电，也可以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饭菜投票。啥呀？口播。对，所有的想考进浙江广电的这个就是编导专业，未来想成为或者主持人的，可以报名浙江广电，你们就可以有权利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。嗯，我也想报。你不是做演员吗？吃饱了没？撑死了。要不要再撑点？不用了。走吧，那咱把这个光盘行动，这还是非常值得鼓励哈。是啊，光盘行动代表我们飞哥就倡导光盘行动。飞哥自己也是光盘的率先哈。对。等一下，我还想到这儿，在这儿吧。哎，走这。哦，我是这里。你唱的是京剧吗？啊？你唱的是京剧吗？不是啊。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没听过。97年的歌，97年。你还没出生呢吧你？97年童叟三十了吗？哇！谢谢舞蹈，这顿吃的非常好，太好了。希望你多来广电食堂，这也是你每次录影都可以来这吃。真的吗？希望你次次光盘。舞蹈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？记得记得。来，3、2、1，你的进度条由我来守护。好，谢谢观看今天的《王牌少年夹带中》，那么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啊，这个基本功啊一定要扎实，所以咱们第一关呢考验的是现场各位的这个形体表演能力。王牌家族来，先给你们打个样。秀莲，过年过得挺好呀。秀莲闭嘴。把这个词儿表演出来。这个词儿不容易。哇，厉害了，这个有点考演技了。怎么样，小虎？来吧。好，准备就绪，传递开始。咋的了？这是？快点儿。啪！高雅弟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哎，他能听见吗？几个字？他能啊，他都没戴耳机。哦，他能，他能啊。啪！礼尚往来。调包。交换。互换灵魂。他说了。哎，他猜出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演了一遍？好，那你去给他们演去。
去吧，你去，你去染。腾哥太懒了。去吧。什么？腾哥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四个字。好。交流电。物理学挺好的，小伙儿。但这个小宋可能有点没理解到。小宋悬了，悬了，太为难我了，这个。摸电门什么？哇塞，哇，一比一还原的演技，没有素质。这个靠谱，这个接近了。四个字，来，有来有去。没明白。福电刮，电刮是什么？电刮刀，电刮刮。太难了，我们这看都看不懂了，都已经放弃吧。刚才谁演的更好？你再演一遍。只有第一棒好。第一棒，哗哗哗哗，你来一遍，来一遍。这样的，啊，劈啊滋，天打雷劈，棒打鸳鸯，羞羞铁拳，哈哈哈。哦，腾哥在演啥？你演的是谁？不是腾哥，要不然你就别演了。是什么？灵魂交换。哦，我猜对了，让他给我骗了。花花在我猜对了之后，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又演了平时的我。怎么样，子怡姐，赢我们有什么压力吗？来，我们这里可有200亿的票房男神呢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贾导。上阳副剧组，这个游戏我5年前来玩也是这个。可别这么说啊，背景板不是这个吧？那是。来，狒狒把这题拿上来。让，不好演。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剧组要演不出来，那我可真是质疑一下。传递开始。好，开始了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。傻了吧唧，演得很棒。你再演一遍我看看，你再演一遍我看看。你抓紧，你抓紧，抓紧，你抓紧。好，那我前面我就不演了。好，那我前面你演也得演。就这四个字理解一下好吧。你把收了收了收了，彻底演劈了。看看乔杉的，乔杉有可能把子怡姐惹怒。自己在这先
完了，几个字？四个字吧，我记得刚才是。哦，咚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，这是啥？这个呀，你就是，就你也跟我做一样的，一二三走。对。四个字。好。咚。别追我。好。无可奉告。最后一棒。跑。跑，再见。几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跑完了之后 ，say goodbye。二姐夫出来说说答案。太残酷了，这个赛制，留给我的时间。不怪你们四个，不怪他们四个，这话说的。第一个不管是什么词儿，他只是抓住了这次表演的机遇而已。难得有这登台献艺的机会，疯狂展示。那话这么说，百亿票房男神你来献丑了。熟悉的画面。你就往前走。咱俩我就往前走啊。等会儿，我这毕竟没那么快，跟不上了，正前方走。我是场外辅助啊，推着点啊，只看他俩啊。嗯，什么人影相随？什么如影随形？如影随形。这个表演200亿。二姐夫，你说是实话，是你聪明吗？还是我点到位了？真的是我聪明啊！点到位了，如影随形。腾哥，我问个问题，腾哥，这分给不给？不给，当然不给了。不是，下回应该让子怡站在第一棒。你应该第一棒，先做一个范本。对，但是子怡，我希望你到时候演的时候像腾哥一样。杨迪只是珍惜了表演机会，对，可以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想在导师面前展示一番，主要想在导演面前，下次有戏找找我。那得问我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宋亚轩的 Free Time。本期的福利是宋亚轩的专属纸飞机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猜一猜。现在小宋就把它折成纸飞机。别眨眼，看仔细。